喂，我是啊。我要那个。好，你带他们到我的办公室，我马上到。给你，我还要。帮我们运煤的码头工人有事找来了。再吃两口，吃完了再走。不吃了，让他去吧。回来再吃。娃娃们，好好吃饭啊，不许闹。好。 陈市长，你是一言九鼎的市长，你说，老板们用金圆券给我们发工钱，行吗？合法吗？对呀，金圆券不是国民党的钱吗？现在共产党进城了，就应该把金圆券废了呀。人民币的推行嘞，还有一个过程，你们还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吗？可就是这点时间，我们就白干了。什么情况呢？具体讲一下。本来。 贸易组的干部都跟老板商量好了，也答应了用人民币给我们发工资。可他倒好，一边给我们金银券，一边找你们赊账。你说，这个样子，我们给他人民币，他们给你发的是金圆券。对，太精明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